没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，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点赞啊，如果不喜欢呢就不要给我差评了，下面留言，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大家可以跟我分享，跟大家一起讨论。然后呢当然了，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或者温哥华附近呢，可以找汤大叔来买吉普支持一下业务啊。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，还是好吧好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白石木丸汤大叔，我们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